年，而待会即将登场的表演就是兽族最知名的鼠音表演 Marshmallia。 那什么是 Marshmallia 呢？就是从兽族的鼠系列 Marsh 大盹改编而来，由5至8位的女性分别实木鼠以及竹筒进行演奏，演奏呢总共有3段，开头的第一段以及结尾的第3段都是鼠音，而中间则是演唱兽族的迎宾曲《以拉瓜》。兽族群自日治时期就已经闻名国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兽族群艺术团进场。首先第一位进场演出者是我们的杜敏。手上所拿的木鼠呢，是长度最高、重量也是最重，也是演出中第一个发出声音的木鼠，我们称它为第一音。而它旁边的木鼠音区是第二音、第三音、第四音以及第五音。接下来负责第二音的是陈贤美长老。陈贤美长老演出楚音的资历已有40多年，接下来负责第三个是议论。负责第四音的是朱玉秀长老。朱玉秀长老演出楚音的资历已有60多年，接下来负责第五音的是毛九美长老。毛九美长老演出楚音的资历已有70多年，接下来负责右边竹筒演出的是骂影。最后左边竹筒演出的是石玉英长老。石玉英长老演出楚音的资历已有70多年，现在就有请兽族楚音艺术团为各位带来这首 Marshmallia 楚音演出。
小哥的迎宾时，以拉瓜，以拉瓜的歌曲寓意呢，就是欢迎大家来日月潭玩。这里有山有水，可以划船，也可以捕鱼，有清澈的湖水，翠绿的山林。划船吧，好好欣赏我们这美丽的风景吧。欣赏完兽族纯艺术团为各位带来 Marshmallia 楚音演出，接下来就是学习我们兽族语的时间。兽族语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目前地球上灭绝风险度最高的极度濒危语言。现在有三句简单的问候语，我念一遍，请场上的观众跟着我一起念一遍哦。好了，第一句，八十代八十代，边家邻近，边家邻近，八十代八十代，边家邻近，边家邻近，八十代边家邻近的意思呢，就是祝福大家健康的意思。接下来第二句也很简单，一样是八十代八十代，边家骂喊，边家骂喊。八十代八十代，边界骂喊，边界骂喊。八十代边界骂喊的意思呢，就是祝福大家平安的意思，希望各位在这个疫情之中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接下来最后一句也是最简单的，阿努尼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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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努尼扎的意思呢，就是谢谢的意思。学习完我们的问候语之后，接下来就是聆听歌谣的时间。现在就有请兽族纯艺术团为各位带来这首兽族团结歌，请欣赏。